弟兄姐妹，祝你平安。平安。是神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他的跟前，每刻钟崇拜他。神的爱，他是无处不在。神的爱充满了全地。神的爱，此时此刻，他就与我们同在。阿门。上花园，罪人。
总有充满恩惠。
生命中的最宝贵，将你的心归回，让你的灵高飞。耶稣爱你，他在等你，他是你生命山顶，我呼高扬的嘴，永恒的救赎，成就奇妙宏伟。心的眼界，心的理想，心的
是新的方向，全体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敞开，恩高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神已引领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想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理想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新的事在我们中间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敞开，恩高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的引领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中间，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要做新事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愿意摆上自己为你所用，主啊，求你号召我，调教我，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使我能够在各个地方都能有赞美的歌声从那响起，我
祷告，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。